你到了？哎，别让他上来了，我下去取。哦，你别上来了，就在楼下等着，我马上下来拿啊。哦，谢谢。先喝点这个，我马上回来。哦，你快点。怀孕真是个玄学啊！我记得你怀乐乐那会儿，一天得吃仨大白梨，不给就闹。你这次更挑，没有凉皮还不行呢。哎呀，你知足吧！甜甜怀孕那会儿，顿顿都吃猫山王，咱家二宝已经够好养活了。啥是猫山王？猫肉啊！我最恨不得你这种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。你慢点吃，慢点吃啊！好喝。你晚上没吃什么东西，这把我气性给饿的，怎么那么好吃吗？嗯，不尝。嗯，这家可好吃了。嗯嗯，爸，是我想吃这口了，不是家主想吃，赖我。是你想吃还是你媳妇想吃？你甭替她打掩护。这怎么了？这是还饿着了是吧？晚上没给做东西吃是不是？啊，大半夜的背着我点外卖，你怎么不说乐乐想吃啊？爸，确实是你亲孙子想吃啊，但不是乐乐。哦，我除了乐乐还有别的亲孙子啊？那也可能是亲孙女。你不哎，你给我说清楚，我哪来的亲孙女啊？啊，爸，我又怀了。啊？行了，差不多行了，别吃了。嘿嘿，汤来了，汤来了，来，喝点汤啊，别噎着。谢爸啊。哎呀，俩还真行。啊，这么大的事儿，现在才告诉我。本来也没想瞒着，没想好怎么说呢嘛。这你一问，不就告诉你了？那佳柔他妈那边还没提呢。哎，我得给他妈打电话报喜啊！哎，别，爸，先别告诉我妈。那个，我怀乐乐那会儿反应挺大的，我妈就特心疼，我怕跟她说，她又该担心了。再说我们俩刚决定要，等稳定点再说吧。好，她没我这承受力啊，姐。哎，不对，刚才怎么说着？啊，现在才决定要，之前想过不要是吧？没有。我跟你说啊，这是我们老爷家第二个大孙子，不能不要啊。爸，瞧你这话说的，那怎么必须得是孙子？孙女更好啊！你给我来一大孙女，哎，我跟你说，小子，我一天给你做八顿锅包肉。行了。这回爸也知道了，咱就踏踏实实看房吧。我知道你这半年活得跟铁公鸡似的，就是为了攒钱换房子。那你知道你不搭茬，让你老公一个人在这穷蹦的。那不是人穷志短吗？现在好了，不换也得换。